1994年，以一句“我们结婚吧”的广告词，敲开未婚男女的心扉，更以全新的行销手法及包装，在喜饼市场异军突起，在中式喜饼为主的台湾市场开启浪漫典雅的法式喜饼风潮。无论在视觉还是味觉上，给予顾客焕然一新的风貌，在产品上更全面投入研究开发工作，以及引进欧日最新的生产设备，不断厚植产能与效率，为符合国际卫生安全之标准，每位从业人员都必须依照卫生作业标准实施消毒、5H 运动等相关程序，在生产线上从进口原料搅拌成型，隧道式烤炉烘焙，控制温度及时间，接着冷却作业，在输送带上进行自然冷却，同时经过金属检验，最后进行包装。内包装采用品质最好的包材与机器，完全掌控气密性与美观性等品质，而外包装则以人工进行，以提供每盒产品丰富的口味及造型。另外，为了确保产品最佳赏味品质，全场仓储环境温度控制在24°C，湿度55%的最佳作业环境。品质是企业永续经营的磐石，除了生产线上层层把关之外，更聘雇专业人士定期进行抽样检查，朝向最高品质目标迈进。而研究开发中心也在企业的成长与茁壮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，除了延揽海内外人才进行产品开发之外，也与国内著名学术机构合作，从事新产品开发，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。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独特的产品风格，法式喜饼推出不到2年时间，随即坐稳台湾西式喜饼市场的龙头宝座。有鉴于台湾传统糕饼市场的需求，更在西式喜饼之外，于1997年推出以台湾传统糕饼为定位的中式喜饼，采用自动化生产取代传统人工制作品质不稳定的缺点，再次成功缔造汉式喜饼新品牌，并且再接再厉，锁定7年级年轻族群，再创丽日式喜饼品牌，让产品线更加完善。集中西式喜饼之大成，公司还特别规划一座喜饼博物馆，挑高的大厅相当壮观，天花板水晶吊灯透着金色微醺的光泽，整座博物馆显得气势非凡。结婚是一生一次的人生大事，也是新人迈向另一个人生的开端，幸福的感觉不可言喻。为了让新人一次选购到不同风格的喜饼，公司整合旗下中法日式三大品牌，成立旗舰店，大胆运用空间的穿透性，在法国香榭大道的时尚与中国传统的风之中，营造美丽典雅的空间，铺陈低调浪漫奢华的氛围。中式喜饼主打喜欢经典中国味的4-5年级，偌大的青花彩瓷区隔了中西式的空间。中式喜饼的装潢空间以木质衬托沉稳的韵味，喜饼包装则以象征喜气的大红色系以及富贵的牡丹花为主，欧式时尚风格最受6年级新人青睐，以明亮简洁的装潢风格凸显欧式时尚，粉嫩的礼盒衬着时尚的提花或是缎带装饰，散发优雅大方的气息。日式喜饼则是虏获7年级新人的目光，
装潢风格，以浪漫的樱花为主轴，喜饼包装风格拓印着代表日本的艺伎图案。台湾糕饼不论在质跟量都具有国际水准，在现阶段的国内礼盒市场已经拥有最高的市占率，更同时拓展国外市场，让全世界感受到幸福喜悦的力量，也让台湾自创的喜饼品牌独步全球，在世界舞台展露光芒。